上课喽！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铁花村。我先安静。大家有来过吗？没有。好，太棒了。那我们今天，我是唱作俱佳，今天晚上的主持人，我叫做世迷。大家好。那唱作俱佳呢，是我们铁花村每个礼拜三固定的一个常态性的节目。那它是一个自由舞台，提供六组的名额，可以让大家发挥你的才华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一组的话，时间是给大约三首歌的时间，然后总共是15分钟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一样先介绍铁花村的场地给大家看到知道。现在待在的这个空间呢，叫做蓝色小屋。那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它没有开放。那现在疫情要趋缓，所以我们开放这边。那这边平常是歌手的休息室，跟休息歌手的休息室跟那个我们开会的地方。好，那大家有上厕所吗？大家会上厕所吗？会啊。好，我们的厕所在后面，在外面那边，所以大家要走出去。那如果有抽烟的朋友呢，在厕所旁边的海报墙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吸烟区。然后刚才大家点饮料的地方那个吧台呢，在那边它不会动。然后它隔壁有一个铁花好店，它是贩售我们铁花村的文创商品，还有一些原住民的 CD 跟专辑。那最近他们有新上架一些毛巾，那如果喜欢的朋友，待会可以休息的时候可以先走走逛逛逛一下。好，那我今天身为主持人呢，我会先带来两首的开场曲，那先示范怎么使用这个舞台，所以待会要上台有报名的表演者呢，就是先跟他们有示范。好，杨哥在哪里？有，就是你。好，阿瑞在哪里？哦，看到了，好，好，那不止你们两个啦，那因为其他组都比较认识，所以我就先看一下你们在哪里。好，那我先示范两首歌。那我今天因为有点天气变化的关系，所以我有点小鼻塞、小鼻音这样子，让大家可以多多包涵。那我今天带来的歌都是比较慢的歌。第一首呢，我带来艾怡良的《爱是这样》。
在这个舞台就是这么的自然，然后有一些弹错啊什么的，就是血淋淋的摆在大家。不过大家不要放心。